这三年其实给我来说是礼物，对，是让我重新认识自己，然后接受自己的瑕疵。遇见一个人，然后生命全改变。休息了两年，这两年其实我觉得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，对，就是把自己全部的心的节目啊、录影啊、录音、唱歌全部放下，事业放下，然后让我有好好的两年快三年的时间，然后陪伴我的父母从小长大。然后一方面呢，我也重拾书本，就今天还来了我好多同学。再来就是很努力的花了时间去写论文，然后做了很多研究，然后重新回到当学生的生活，真的是超幸福的。对，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三年其实给我来说是礼物，对，是让我重新认识自己，然后接受自己的瑕疵。他们都老了。